伽马蓝、黄冈。伽马蓝是一辆摇摇晃晃的客运，夜夜穿行雪山隧道，载运前山到后山的梦境。伽马蓝是一束稻穗，向阳勤奋地往天空伸长，细腰袅袅在空中翻黄。伽马蓝是一瓶沉香的威士忌，将前世的记忆与苦难酿成琥珀色的芳醇。伽马蓝是一支流浪的歌，最后一次回望家的方向，酸楚在小腿上咚咚击鼓，一个肩拔高，泪就落到了奇莱平原上。那是在后山之后的山后，海岸山脉与太平洋将陆地逼成局促翼，泥土虽盐，然汗水更咸。这里望不到故乡，也望不着烦恼，新社却像一个擦亮崭新的名字，标志苦旅的终点。以里的逃难路线就抽成一根香蕉丝来纪念吧，细细密密把记忆愁烦织成一件香蕉衣，顶着艳阳捕鱼去。花东这个地方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应该还是它的山跟海吧。其实我有一次经验是，就是搭船就是出海到外海，我就回望整个中央山脉，我被这个非常壮阔的景象给震惊到了。我们平常在争议的那些道路啊，然后远远的看，就这么一条线，就在山棱线上那么一条线。然后我还看到了就是古代的时候原住民猎人他走的那个山径。我常常开车在宜兰花莲这两个地方穿梭，然后我就常常在想，就是原本在兰阳平原市居的这个伽马蓝族是怎么样跑到花莲丰滨乡这一个叫做新社的小地方。我就访问了一些部落的族人，然后也到部落市去实地访查，了解到了就是这个族群的一些逃难的历史，于是我就写下了这首诗。飞越文学地景，看见宜兰兰阳平原之美。